B1 啊 ，B1 層。就係呢度啦，呢度叫做俄科雜誌啊！哇，喺呢間大好多，成間超級市場都係買俄羅斯嘢，朱古力。先入嚟睇下呢個朱古力先，5蚊，全部都5蚊。8蚊，8.8。哦，有啲13.8，隔篱呢一度朱古力，数过隔篱都系朱古力，哇，后边都系朱古力，哇，好多味道啊！樱桃、蓝莓、橙、士多啤梨、raspberry， 哇，好吸引啊，样样都想食啊，好过瘾喎，有个盒噶喎，系啊。我只买个盒都几过瘾啦，喂！我去旅行都啱喎，啊呢、這个好提议喎。糖果类，哎，不是喎，淋嘅喎，软身嘅喎。诶，好似系咪呢啲？呢个焦糖。哇！米花个馅唔同。系。总之里边系。啊！啲 snickers 嗰啲啊，你咪嗰邊嗰啲流心，呢啲啲糖咁嘅，牛轧糖啊，係啊係啊，俄羅斯公仔啊嗱，可以威化餅，整個，好似發毛啊！好吸引喎，唔知係咪真係有咧？葡萄肉肉桂味喎，買咯，買咯，哇！喂，有兩隻喎，蘋果肉桂喎，哇，係喎，肉桂嘢嚟喎，蘋果肉桂，哎呀，冇講，肉桂係我買 favorites 嚟嘅，知唔知啊？咪買咯，攞嚟試下咯，兩隻味啊！麵包都有生果味嘅喎，嗱呢只咧，唔知整個橙喺度做咩？橙味咯，椒，哇香蕉味 ，pineapple 咯，13.8，士多啤梨，我呢一隻啊，紫皮糖啊，咩嚟個紫皮糖？新口味喎，糖嚟嘅細細粒粒咁樣喎，哎幾過癮喎，我架車仔推下嚟 ，thank you。系啊，试下先，好食先，下次再买。面包买咩味啊？橙味。试一包，你买咗橙味。哇、哦，啲面包可以挤几耐嘅咧？嗬。几耐都耐噶，120日。哇，挤120日噶。大百列均价9.9喎。好出奇，120天。哦。呢啲系方包。咦，這個全麥果仁哦，幾隻款嘅？點解有唔同嘅？有紫色、綠色。好多都唔同嘅。哦，呢只黑麥，呢個全麥果仁。我呢個藍莓味啊！藍莓味咯，試下。藍莓味啊！紫色加後會寫住咩味？哦，呢叫蔓越莓。蔓越莓啊，蔓越莓味。呢只冇嘅原味。原味咩味啊？原味咯，原味啊！蔓越莓，常温喎，常温120。咁但系佢可能挤咗100日啊嘛。
2024年9月6日，製造日期。好好好啊！咩嚟噶呢个？啤酒嚟噶。Walker。哦，全部都 Walker。佢都系500啫喎，500蚊，呢都系560蚊啫。好流骨头哦，好过瘾啊！都系 Walker 嚟嘅，呢个紫色嘅呢个。哦，苦艾酒啊！哦，仲有一个透明噶，踢唔踢波啊？你哋，我哋草都几过瘾啊，几靓。呢只写住 XO Extra 咯，10年喎，300多蚊喎。哇，呢只贵啲，700多，好靓喎，净系个樽。我呢个型啊！哇！呢个咩嚟噶？哇！嗰啲酒嚟噶，手榴弹都有啊！哇，好重咁样，好似系咪啊？唔重。嗯。哇，上面都有一支。一支透明。全部都酒。仲系个樽都靓啊！唔好貴啫喎，199嘅。哇哇，真係幾重喎！嚇，有啲重量喎，陶瓷嚟噶。生啤酒，但係呢個膠樽嚟嘅喎，膠嘅喎。哇，呢個幾多啊？咁呢個2L啊？3L啊。3L咯，你買呢啲啤酒咪得啦。加飲？唔買。有咩啊？有凍喎。有凍啊。有凍嘅啤酒。冰啊！一嚟咧就買住一買一支，跟住一路行又。7.5咧，香港價錢7.5，咁17.5。啊，玻璃樽啲起碼10多-20蚊啦。青瓜好鬼多味。即係呢個唔識。呢、這個即係青瓜，呢梗係唔識啦，俄文。呢、這個俄文嚟㗎，呢、這個英文啊嘛。小辣椒。啊，佢都興葉菜喎。呢部分都係嘅咧。咁度度都一定有啲醃製成分㗎啦。油浸沙甸魚。蜜糖呢度好多蜜糖。買啲細樽真係平嘅，係啊，試唔同嘅味道。哦，60蚊到啦，細樽。係啊，有蒲公英蜜紅仔，好可愛。天然蜂蜜。哇！呢、這個讀都唔識讀啊。係啊，我正想問呢只好啊。唔知啊。最細啊，最細啱啊，60蚊。幾大啊？係啊，唔使。哦，好細細支嘅蜜糖喎，羊奶粉。哇！呢、這個百花蜜，唔係咯？呢、這個普通嘅百花蜜都，哇！好大啱喎，喂，69真係好抵喎，喂！哇！呢、這個70蚊真係抵喎，香港買唔到。沙棘蜜。係啊係啊，沙棘啊，我都見佢啊。沙棘好似係係啊一。嗰啲熱帶嗰啲啊，沙地阿拉伯啊嗰啲，好似啲。棕榈樹咁嗰啲啫，係啊，奶油蛋糕喎，呢個係我最中意食嘅薯仔，有唔同味㗎，我依家揀咗呢個煙肉同埋蘑菇兩隻味道，哦，加水嗰啲嘅，哦，我就買呢只啦 ，4Y3 嘅，因為佢呢只唔同嘅，佢呢只直接入口。係咩？有咩唔同啊？呢只係就咁係 version 嘅多。
即係就咁係素。咁呢個咧就係直頭冇科懷嘅，但係唔止一樣。我今日試下呢只啦。19.9出嘅。好。係啊，有隻面就可以，因為我屋企三個人咧，三個唔同牙膏。因為有唔同味喎，除咗橙。係啊。係啊。可以試下咯。咪 sensitive。咦，佢係啊，係啊 ，sensitive 嚟㗎。呢個原裝入口嗎？我點樣要撲？哦，上面嗰只。你做咩先？哦，呢個無花果味，士多啤梨味。吓咁、快俾完钱咯！我哋今次买咗14样嘢，总共用咗183蚊，200蚊都唔使。